是卡好屋提供团体服，还有班系服、活动服，还有客制化商品的印制。那目前我们是在寻找美编人员，然后还有商品制作人员。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你服务的吗？朋友生日，我想要送礼物，可以帮我推荐吗 ？OK， 要找客制化商品的话，找我们就对了。商品印制人员呢，其实是第一线会与客户交谈的人员，所以其实会需要不怕生，然后比较活泼开朗的个性的人。我想要印制这图案的 T 恤，可以吗？这个图案的话，因为它的亮度看起来是比较低一点的。那美编人员的话呢，就是会进一步，就是会与客人接洽图片修图的部分，所以他一定要会的软体，像是 AI 或是 Photoshop 这样。商品印制人员的时薪呢是130到150，美编人员的话最高是可以到35000元这样。福利有员工制服，就是你可以印你喜欢的图案或是你自己设计的图案在衣服上。我们会是营运绩效呢提供3节礼金、生日礼金，然后还有年终奖金。那比较特别的部分呢是我们如果有介绍客户或是介绍朋友来店内印制的话，也会提供奖金抽成。需要个性活泼，然后态度积极的伙伴加入我们卡好屋。如果你也喜欢文创商品的话，然后想要了解衣服的材质，还有各种客制化商品的话，欢迎加入我们。这是你的商品，然后这张是我们的 DM， 欢迎下次再来光临。谢谢。